今天考考你，我们的餐桌礼仪。坐有坐相，不能翘二郎腿，不能抖腿，男抖穷，女抖贱。吃饭时不发出声音，不随意转盘子，不可以翻菜，不能对着桌子打喷嚏，不要夹光自己喜欢的菜，夹到自己碗里的菜不能再放回去。有公筷使用公筷，嘴里吃东西时不能说话，尽量吃完自己碗里的饭菜，不浪费食物。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餐馆里就餐，要尽量将食物残渣收拾到盘子里，便于他人收拾。最后，不抱怨别人辛苦准备的饭菜，不做没礼貌的评论。记得很好。